你好，请问李医生今天在诊所吗？Hello, is Dr. Lee at the clinic today? He is in the clinic, but he is very busy today. I can make an appointment for you. 好的，谢谢。Okay, thanks. 我给大家演示这个视频通话翻译的功能。通过我们这个软件呢，可以直接邀请微信好友进行视频通话。对方语言是英语，我方中文，我们点击邀请，然后这里我们发送给好友，好友呢在微信里点开这个链接，那就可以双方就可以视频通话了。我先返回这个应用端。早上好，今天天气真好。对，我是一个早起的人，我经常在6点之前就起床了。